我先回去了，路上小心。陈亚欣，啊，你也太闲了。江晨，阿姨好几年都没见你了，你看看现在这一表人才的。啊，我听小溪说了，这一次呀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客气了，阿姨，我为你介绍给陈叔主刀的医生，苏医生，苏木。这么年轻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。阿姨是看我年轻，怕我经验不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。阿姨，我在这个医院的传说是，曾经有医闹上门，我徒手把他揍到肩关节脱位，又顺手给他接回去了。简单点来说就是，我很厉害。哦，厉害好，厉害好，好。喂，小溪，叔叔手术开始了吗？我在过来路上了。你不用来了，手术挺简单的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我还是过来看一下叔叔吧，不然我不安心。还是算了吧，待会儿你一来，病房又被小护士围得水泄不通。嗯，那好吧。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啊！那个时候，你跟我们家小溪处对象的时候，阿姨也没说坐下来，我们都聊一聊。你看现在倒是。哎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那时候不懂事，不知道珍惜小溪。哪有啊？倒是我们家小溪啊，没这福气。哎呦，妈，轻点，轻点。手术很成功。苏医生。真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真太感谢你了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年轻有为嘛，我就知道你厉害，你厉害！你说阿姨怎么感谢你？再不来看你妈，苏医生手就废了。哎，妈，去看我爸爸。你爸他麻药还没退呢，他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苏医生给你爸动手术做成功了，我们得感谢他呀！你真是……阿姨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个，我还有手术，我先走了。苏医生，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做客啊？阿姨做猪蹄可好吃了，给你做猪蹄吃。哎，江晨，那个阿姨，求我。妈，江晨他一会儿还有门诊呢，快去看我爸呀！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老陈，老陈醒醒，老陈，老陈，今天谢谢你啊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啊。我有门诊。